北京西瓜，对了，冰冻西瓜能剩一个。对。你先玩过这大 boss 吧，还是直接给他干败呀？直接给他干呗。玩玩他吧。不行。为啥呀？不能给他机会。哎呀，有牛，还得保护战果钱。有鸡。三个是吧？三牛个用。吗？哦，是三个，是三个。牛用啥打呀？牛不知道呀。加大高坚果枪。对对对，用高坚果枪，这样他就不会投出小鬼僵尸了。老头是没有，然后我想想啊，还有鸡这个，不行，选这个无敌的。无敌的那得要种小树苗了。牛，他冲过来啥人？他又不会顶植物，像那个橄榄球就很啥烦。呀？瓶子，选几个高级武器，选几个高级武器跟他玩玩。还是哎呀，没选那啥，选啥呀？冰冻，哎，这不是有免吗？费的冰冻。哎，到底是你玩玩他，还是他玩玩你我玩过他呀，他能玩到我吗？不是这么多高级武器，先放个炸弹他就死了。可是我根本不给他机会。给他机会呀！我不想给他机会，这僵尸太那个膈应人了。不是人家挺好玩的吗？你就把它当做玩具。哎，你啥也没中，这能行吗？哎，挪挪挪！是哎，来，这也行，这也行，来吧，老弟，这也行。来吧，老弟儿。这，哎，你不雷他吗？你不用这个雷他吗？来呀！来，我来数一把。哎呀，吸着了，卡我肩膀凉了。不会的。哎，啥呀？哎，吓我一跳啊！来鸡了，你就动它，放电就行了，这炸弹都能用。我你这个干啥的？给炸弹，一下不就解决了吗？给它动的。哎，好。电是接触的，这块能动啊，它挡住了，你试试这能动进去吗？能啊，动上了，对啊，你看，这还能动的，哎，看起来这个别，牛牛牛，看起来那啥别被攻击了，你这回就好使了，不怕了，这回就好使了。快！哎，我把这个它的主人动了。想啥用你了？又疼你疼了，这么大的劲，炸也炸了。哎呀！给他来一个无名硬币，再给他一动一下，再给他一个拆位手。再给他一个炸弹，不给他机会就是不就是，就是不玩玩他，再给他一个乌云，然后再炸他，再给他一个洞，我让你刷那个传送地雷，你不刷，传送地雷多爽。还有那冰冻，都是西瓜吃的一样。可以。还有小二，正是一级的一样。升下去。
我下一关就 boss 了是吧？先升级。哇，打爆了！我也西部的。还问升级了吧？请问？没有啊，你看错了。那还能升级？升两级差不多。好，我以为还升三级呢。记得点赞、关注、转发，再见。